就上一次穿上套路我给他清空购物车事件，竟然有好多粉丝宝宝是支持穿上的，说让我给他清空购物车。好吧，看在穿上那么努力复习的份上，就浅浅的先买了一些东西，走和穿上一起去拆箱吧。拆箱吗？什么呀？一些可以让你解压的东西。是冰冰乐耶。这两个是什么呢？双黄蛋还有小西红柿。妈妈真解压。各有各的玩法。先看这个特别逼真的西红柿捏捏乐，哇！再看这个双黄蛋，咦，这啥的？超解压，忍不住多捏几下。尝尝，你看这个西瓜，手感特别的舒服，看里面的瓤，红色的，来吃一口吧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我在想这个橘子，剥皮。这种感觉太解压了。吃橘子吗？吃，给我吧。哇，好多泡大珠，这个手感也好舒服。看橘子皮可以这样玩。你就说解压不？解压呀。你现在一共有几个捏捏乐了？四个。就四个吗？这些还要吗？哦，要呀。可爱的小熊熊，小兔子，萌萌的小猪猪，我一共有七个捏捏乐了，你们有几个呢？